分分见人性，秒秒是关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应小薇，欢迎您收看关键时刻。农历春节刚刚结束，相信大多数的人在这段时间里头都跟家里头有着幸福团圆的美满日子。今天关键时刻要告诉您故事，却发生在民国88年，也是过年前后，一对兄弟戏抢，却也扯出了鲜少人知的法律问题，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关键时刻我们一起来关心。
阿母，昨天是，袂啦。对啦，阿母啊，你腰哪会去闪着啊？是不是阿华佮你阿你生气啊？阿母，你肯讲是不是伊啊？我都查阿华，要等来甲我退伊嘛，我唔可以，伊这个手机唔再加十外顿，唔再去闪着腰。我就知影是伊。 这阿华哪会变个安尼死啊？拄来你唔是款啊，竟然敢甲阿母甲你扯扯倒，实在是。你这嘛袂用来怪伊，若要怪伊，都要怪阿母。当初我若唔是贪着遐利息钱，我嘛袂摕钱予伊去投资公司，伊变早餐店哦，嘛袂煞了了去，即嘛事业得无头路。哎，阿母啊。 你咪去替伊讲话也好无啦？你有做听心无？先啊，歇几条无？哦，再见。阿川啊，阿母想讲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好啊，什么代志？你讲。恁的工厂内底。 甲欠用人，伊甲阿华介绍一个啦，阿无伊安尼几工哦，住喺厝诶嘛毋是办法。阿华个性你嘛了解，啊，住安尼目头烦，啥物头路都食袂着。是讲恁着共老爸生诶，为啥物个性拢无共款？ 阿母，你莫想遐尼济，看较开个啦。你放心，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多谢你。啊对，阿母，这一万块吼，是这个月出世，来，互你。无咯，我甲你讲过几摆，迄间厝是恁阿爸要留互你个，摕啥物出世钱啦？哎呀，阿母啊，你着甲你真收好，千万别让阿华知影哦。 阿母，歹势啦，我袂当留在你的身躯边，我照顾你。你若想要食啥物物件，买啥物，你就做你买，对家己较好个。多谢你，你把人拢收着我。阿母，哎，听心，咱今日便宜吼。 欠钱是还袂清，搁敢走来不？安怎，无去探听一下哦。
当真后面夹起你只火。就就我那一家啦。我不等你。帮我耍好无啦，放你耍，啊，啥物帮我耍啊？哎呀，过来，你莫安尼啦，我拜托你，我拜唔敢啦，我拜唔敢，我心要后拜，拜啦拜啦，去死会啊！拜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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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啊！拜！疼啦！疼啦！疼啊！你让我叫紧我咧，那唔知疼啊？啊！拜！我以后真正唔敢，拜托，拜托你个原谅我一届好无啦？拜了，无好你只假死哦！以后你还愈唱笑啦！啊！以后是我拄着，我得。原来是包间去学拍，跳死！就听下你小早。跳死上好啦，是死啊！我较快活。你这小早呢？规工啊，就差你遐死尔啦。我食咧衰，叫你这物件啦。恁母哦，无代无一家钱少啦，去养倒，连咱个店也赔惨落。我著爱添一种垃圾钱。哎，你若安尼讲啊，只不过是咧卡拉 OK 陪人唱歌饮酒尔，哪有啥物好垃圾的啊？嘿，你是不是查甫人啊？你某伫外口，互查甫人安尼踅来踅去都不要紧。我甲你讲，你上好哦，叫你阿兄紧搬出去。伊也毋是你阿母亲生的，谁准伊在当住在遐？迄间厝哦，是阿爸留落来的啦。而且伊逐个月拢有交厝税，当然卖当大啊。讲你戆，你阁毋承认？敢讲你都毋是你阿爸亲生的，是？谁准伊会当住已经较好个？咱都爱住伫遮。伊常常久有讲要友好娘母，伊心内想啥你敢知？伊是想要霸占伊用厝啦，你知影无？戆啊！像啊，是你，你哪来？安怎？这嘛是我的厝，我袂应该是不是啊？啊！袂歹嘛吼，这间厝哦，你阁真了真舒适吼。阿爸。你来找我有啥物代志？我是来收这个月厝租啦。厝租？啥物意思？你莫乱假哦！阿母嘛是我的妈妈，伊啥物代志拢甲我讲。你毋是逐个月拢还一万块？紧的，紧的，我阁有代志要无闲的啦。阿华，你哪会讲袂顺声啊？你敢知影？阿母为着你烦恼到袂食袂睏，你知影无啊？那会口渴，我会找一份正正当当的石头来做，莫大家吼，敢若知影白叫。你莫再讲五四三啦，我今日是来收钱的啦。歹势，这个月出租我已经提阿母啊。好嘛，后个月阮收车场有一个人要离开，看你有愿意无？我会当甲阮头家讲一声，你就当来上班啊。你讲啥？叫我做何手？你当作我头壳歹去哦，哈！大家为透早做到暗时啊，才赚偌济钱尔？你我甲你讲啦，我无亲像你啦。大家哦，看来面是咧食饭啦，我是一个做大事业的人啦。这间厝是阿母的啦，我拍算也袂了哦，到处做生意啦。我看哦，你想好是看，赶紧离开这啦。啊，若无吼，等我来看你的时阵哦，你就真歹看。哼！你阿华，实在是无药汤医啊！
请教一下吼，阿公母是安怎？伊那凶凶的昏倒啊！你阿母得着脑瘤啦！脑瘤？医生，奈安尼啊？你看，这条脑瘤吼是接骨脑干，刚好是迈开刀啦，开刀的风险真大，阿母随时会死的救出来。你即摆是要安怎？这种病哦，同做活半年，应该有心理准备。阿华，啊，即摆是要安怎？你阿母的情形哦，愈来愈严重啊，你夜底要去想些办法的啦。我是有啥物办法啊？代志拄到个会当怎？医生是有讲，袂当开刀，我是有法度药啦。医生讲哦，你阿母的尿内底着四神经，有可能会失明呢。比较严重的，连放射尿都无法度控制。到时你谁要甲照顾啊？我是甲你讲哦，我母伊无法了，我无可能甲伊洗身躯，也是甲伊垃圾尿尿。恁家己去照顾，我袂要管。哎，你是查某人嘞，这种代志本来就是你爱做，敢毋是哦？哎，这间厝是靠我来赚钱，我上班已经足无闲，你搁爱叫照顾你老母哦，你是有良心了无啊？好啦，凊彩你啦，你若无想要照顾就算啦，我看有去哦，甲送养老院啦，安尼哦，大家心麻烦啦。好啊，这是你讲的。我咧讲煞话啊，真是便宜呢，讲话敢要当较细声。阿母这么破病，你若想要甲送去养老院？你安尼做甲我算死人啊！你声声搁有无叫伊阿母啊？好啦，伊即摆人破病啊，你讲无责任我照顾伊啦。好，阿华，你若无爱照顾阿母，无要紧，我来照顾就好。但若无出院，我就载伊去阮家。阿母哥。我先跟人警告啊，绝对袂当阿母知影伊的病情。拄才医生交代，你嘛有听到。阿母若是心情好，无得靠急诊来找，知无？知啦，卖讲卖讲。咱这咧主动，我警告你哦，你若是搁安尼无要无紧哦，恁家的财产哦，都要让你阿爷霸占去啊！无可能，迄间厝哦是阮阿母的，安怎轮哦嘛轮袂到伊继承的。那真正是安尼是上好了。啊，不过你阿爷哦，若跟阿母接去住，大刚伫遐言语间变啊细细念，谁当保证你阿母袂甲兴趣过乎伊啊？真正安尼，想不到伊这么干巧，竟然在我背后武装手段，我绝对袂放伊煞。咱一定想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这个办法好，我就知影，我的水母是上巧的。知影。水母，来，我真正，咱这个无对吧？这阵啊，开始变冷啊嘞！我想这棉被，那是我母家，一定家做烧的。
里哦。对啦，阿婆，你那遐这几天下拢无来，伊是咧无闲啥？我嘛唔知啊，我坐伊坐几日街啊，拢坐无着。阿婆，你回来啊？这是我煮的鸡汤，恁看吼。虽然吼无你煮的这么好吃，啊，不过这是我的心意。以后你若想要吃啥，都要跟我讲，我煮给你吃吼。丽文啊。医生讲哦，阿母爱食个正的啦。我知啦，我有照安尼做啦。哎，啉一嘴，来，小个。啊，对啦，阿华，你替我敲一通电话，恁大兄，甲讲我已经出院啊，再袂害伊明仔去找无人。好啊。门卡。为什么？阿兄找我来过，伊讲讲什么？伊讲阿母着得要死啊，无需要继续甲你照顾。干啥哩？哎呦，伊讲的话吼是有够歹听的啦。阿母只不过是感冒大病医，伊在咧纠缠你呢。我本来了准讲吼，阿兄是甚物款好啦，想袂到阿母即个破病。才让我看清楚伊是啥物人，伊之前对你的好哦，拢是假，拢是有目的的啦。无可能，阿川毋是迄种囡仔。那毋是我亲耳听到吼，我嘛毋敢相信呐。阿母啊，我听人讲哦，伊想要甲厝卖掉，搬去台北住呢。是安怎？伊今日改一条酒店走，想要搬去台北，改做伙住啦。阿川从来唔爱去迄款所在，伊袂啥好度。阿母啊，唔食三碗半啦，伊本是爱做啥，你哪有可能知影啦？搁再讲哦，伊最近拢无去病院看你啦，所以我就走去找伊啊。结果我真正看迄个查某呢，我咧想哦，迄个查某一定是要骗伊的钱啦。是啊，阿母，伊在想啥，咱哪会知啦？阿华吼，虽然以前对你无好，啊，不过。即个你破病以后，伊就变乖呢。伊逐天拢甲我讲，阿母若想什么三顿两顿哦，伊嘛无想要活啦。啊，佫有啦，阿兄即马住迄间厝吼，是阿爸留予你的呢。假使讲阿兄想要甲卖掉，阿华是毋是甲我出面啊？到时两个兄弟。那是母甲歹面相看，恁是会足艰苦的。阿母啊，阿华是你的亲生后生，你是袂当偏心的呢。有一挂代志吼，你是先交代志较好啦。是要交代啥？啊，就厝啊。哦，你是讲叫我？处理已经厝的代志哦。阿母，我唔是迄个意思啦，我是想讲哦，你应该有一挂物件，啊表明讲哦，你无想要卖厝啦，安尼阿兄就无得处理迄间厝啊。恁是讲叫我交代委员书哦？唔是委员书啦，是公证书啦。阿母啊，你会当甲你想的吼拢写落来，咱请律师来公证，安尼吼阿爸财产。才袂去学袂去啊！这个代志哦，假人甲我才讲。阿华，我足忝啊，你差我礼拜来底休困。好啊，阿母，卡细你，阿母卡细你。无想啊！
那叫我拍个安尼啊？啥？我想啊，这工想拢无。唔对嘞，今仔日刚十七号，阿母就出院啊。叫我摕一个给我看，规间暗摸摸，啊看无半项。那有啊，啊着好好啊。好好，暗摸摸拢无看。刚刚，阿母，你遐目睭无看呀？我遐目睭。什么死不死啦？阿母子，无怪啊啦！你怎会讲这讲假的啦？当然嘛是真实的啊！哎，才紧，阿才等来无几工尔，即马就七年，阿煞落来，唔着来放生了，着拢无度控制。阿华，你赶紧叫你阿母啊，给卫生书写好，若不到时，你阿母若是翘起，那已经厝唔着，让恁阿爷霸占去，咱着去了了啦。我伊刚回来，咱有叫一下，伊就是唔肯写啊。医生有讲，目睭若是痴呢，一紧就会死呢，到底要安怎啦？咱得紧想一个办法咯，叫你阿母把迄件事过乎你。我告诉你，阿母若是翘起哦，一切都拢袂赴啊。无你是安那？你是中风是中风啊？阿母，我的代志，你唔免乱咯。阿华，明仔载叫恁阿爷来一撮，我有代志要交代。阿母问你，你是不是要卖迄间厝，搬去台北住？阿母，我，敢是你介意着这酒家呢？要甲伊斗阵去住台北？我哪有啦，阿母，这话你到底听谁讲的啊？阿华，一定是你对无？为什么你要在阿母的面头前安尼乌白讲话？什么我？我嘛是听人讲的。我跟你讲啦，你家己做什么代志哦？你家己心内知怎的？听别人讲，
放下这句话啊，根本就是你讲的。你上好是甲伊讲清楚，莫在阿母的面头前咧使弄。好，你阿母阿妈，你真机灵懂得。阿母即摆问你，你老实甲我讲，我到底是得着什么病？为怎样我目睭会拢无看？阿母，恁娘不是拢下狗的哦？讲啊，我到底是得着什么病？我是不是得要死啊？阿母，你莫胡白想啦，袂啦袂啦。阿川，阿母才到这把年纪，我若准死嘛无可惜，只是讲恁爱老实甲我讲。我到底是得到什么病？我是不是要死啊？对啦，你都要死啊！叶文啊，我要死啊！你兄弟啊，两个人不敢讲，我来替恁讲啊。阿母，医生讲你的头壳内面有一个瘤，活袂久啊，而且你会伤痴迷，然后放屎尿无法度控制。佮刷落来，这个瘤乃是得着神经，我都喘气都会翘起。丽文啊，你敢叫伊啊？我要死啊！我要死啊！阿母，不会啦，你莫胡白想啦。医生有讲过啊，只要你心情放轻松哦，无得讲，你病就会好起来嘞。阿川。阿母一世人上欢喜，都是有你这个好心。虽然你不是我生的，也是我把你生大。阿母的心情，我实在还是不要紧。你是不是会个答应我？阿母，你讲。阿华故乡。你嘛真了解，伊爱我，我真懂。也不过，伊嘛是我亲生囝，可是我阿死了啊！你来好好照顾伊好无？阿华，阿华，阿华，我伫遮啦。阿华，阿母求你，你爱改掉，爱改动，这是阿母的心为伊的心愿，你答应我好无？好啦好啦，我知影啦。阿爷即马住迄间厝，是不是应该处理一下？迄间厝，迄间厝是恁阿爸留予阿川，因为恁阿爸要过身的事，阿川了过世啦，才过伫咧我的名。迄间厝是阿川的，无公平，安尼无公平啦！阿母，先做阿爷的，到对阿爸的厝，啊，阮的厝嘞？予你摕去底啊，去摆了了，迄间厝啥拢我唔得当分，安尼无公平。对啊，我嘛无可能搬去甲阿兄住啦，我唔管啦，这间厝哦，我要分一分啦。你到底是想要安怎？想要安怎？惊伊捡厝卖掉，钱大家分分的啊。无唔对啦，甲钱分分的。喂，你老爸咪是要真正交代，这间厝绝对袂用来卖。这间厝也卖，全家人感情都散了了。无论怎样，袂用来卖。阿川，你答应阿母，迄间厝爱甲补掉。阿母，你放心，我会啦。阿母啊，你哪会当咧做啊？阿华是你的亲生后生呢，你安尼吼实在足无公平啊！你莫想讲哦，我会甲你照顾，你吼记起死死就好啦。我无想要讲，哼！
是来找阿兄经厝的厝客啊，卡输讲哦，这厝客哦阿兄提起，阮毋着啥物拢无啊。你变少酒，阿母啊，反正甲阮讲哦，到底怎个到位哦？你赶紧甲阮讲啦，啊若无到时阮甲你房间哦变甲乱七八糟哦，安尼哦你着歹整理啊。袂啊，迄间厝是恁阿爸。你免想阿嫂子，迄间厝我嘛有份啊，你免想要甲抢走。袂啊，你袂晓摕走伊的物件，阿厝是恁阿爷，你莫甲我袂甲你争，你莫抢就要爱。我讲的，你有惊害我？害我？没事，我即摆有坐哦，地当哦，甲厝改哦，变成我阿爷啦。袂啊，你滚出来啊！滚出来啊！ 阿母，我是阿母，阿母。
你走走出去，哈！哎，三更半夜，大家拢在困啊，谁在夜走出去啊？而且阮也毋是规个便利商店啊，爱二四小时甲顾条条。你讲伊孙英姐啊？阿袂是，你敢无责任？你是讲错话啦？讲讲阿母死，我袂讲过个啦。早知影安尼，我著甲阿母家长甲我做伙断掉好啊。好啊啦。 别来假好心啦，人拢已经死啊，你怎么讲这不假讲的哦？你安怎？阿爸，阿婶还是要安怎啦？什么要安怎啦？用书啊，听讲哦，一张画画要十外万呢，啊，咱三个要几多钱？哪有遐钱啊？ 啊无，着放伊烧烧的啦，放伫个公家的灵骨塔，安尼较省啦。你讲甲正名简单哦，咱若是安尼做，有人是会讲话哦。免你加问啦，阿母的意思，我家己来处理。若是安尼是上好啦，阿兄咧办代志吼，阿母伊也想改改。阿华，咱来变，规日阿兄会甲代志办好。 我无法照顾，你不想答应我，你还给我带孩子，你还给我带孙子，你还给我带孙子，你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 这间厝是阮阿爸留予我，我拜托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甲这间厝退转来。丁生，虽然讲这间厝是恁阿爸留予你的，但是伊这间厝是恁老母的名。有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啊，也毋过阮阿母有甲我讲过，这间厝确实是要留予我的。问题就是出伫咧遮，恁老母是你阿母，伊伫咧过身前，因无甲你收养，所以伫咧法律上，恁并无血缘的关系。赵太太伫咧过身了后， 伊所有的财产，只有伊的亲生后生才有法律继承。陈律师，你的意思不就讲，这间厝我讨袂转来啊？
也是无法度啊。对生，真歹势，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阿母，是你啊！我无法度甲这间厝留落来，是我无路用。阿母，我对不起，我对不起。哎！哦，阿爸，啊，顶届收了唔惊，佫敢来哦？拜托，你嘛小看卖啊！今仔日阿华唔是以前迄个阿华。哦，我穿到爱趴哩趴哩呢，好啊，阿着了都。我甲你讲，今摆我唔拿有厝，而且哦，佫有现金，安怎？有资格入去无？啊？华哥啊，啊，既然哦你有早钱来哦，我当然嘛欢迎啊。哎，是啊，赶紧替华哥买两包槟榔，去。好，我先带。来，村内哦，我你做小雨。好，好，华哥多谢，多谢，多谢。华哥，来宾家，来宾家，来宾家。手术房只电话。阿华，阿华，紧出来哦！我买一块新衫要开包，紧出来看紧嘞。啊，是不要应相信嘛？阿华，人是走一堆，吼，到即阵还唔转来？这阿华吼，即几工唔知病啥吧？卖插伊，看我的皮包啊！即摆才转啊！干阿公，舅妈妈，你要找谁啊？哎，你要创啥哩？我啥？刘太太，这间厝即摆已经是我的了。这间厝生我爸爸我，哪有可能是你的？即摆随家出去啊，若无我随报。来，报纸。阿壮。你看卖啊，是毋是你阿的签名？你阿用这间厝，甲我借300万，下纸乌字。写了真清楚。阮阿爱人诶，已经困去啊啦，而且哦，莫要搁烦恼，真正欠诶缴税要安怎还？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刘太太，你是毋通怪我，若要怪，就爱怪你家己歹命啦。给我出去！是。嘿。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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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抬死啊！我可以，你也别还给我，你也别还给我，我可以了，我还不了，你怎么样？我可以了。美文，可是你俩？阿妈，我跟你讲哦，下一次哦，弄我诶，弄我呗，知道吗？我知啊，你做搞的。当然咯。我跟你讲哦，你是唔通去搏，若无吼，连你的命卖把枪都，你知道无？好了，美文，我知啊，放手啦。行，过来等。啊！外祖嘞！哎，外祖也在这边了，外祖，美文，外祖了，再说哦，拢你的啦，拢我的啊，拢你的，谁呀？外祖，外祖，美文，啊，外祖，哎，你看，看你吧，我掐了，你叫外祖，外祖啦，哎，对，我怎样？你叫哪里的？哎，我怎样？有人说，不义之财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阿华在强夺家产之后呢，结果是一夜之间就把他输光，最后呢，甚至是连自己的命都赔上了。赵太太在当初虽然是想把房子留给永村，只可惜他没有做好领养永村的手续，在生前也没有做好遗嘱，最让整个事件造成了许多遗憾。借由今天故事的播出，也要提醒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在健康的时候就应该对自己的财产或不动产做一些规划，免得呢在身后造成许多不必要的争执。纷纷见人性，秒秒是关键。观众朋友，谢谢您的收看，应小薇祝福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晚安。